尊大人，我问了，你可不能发脾气啊。问。训风殿下是故意和海市勾结的吗？他是被海市主骗了。那既然如此，月尊大人，您能不能网开一面，饶他不死？你们毕竟是骨肉至亲啊。他和他死去的父亲才是骨肉至亲。你们的父亲就从未疼爱过你吗？从未。这怎么可能？仙月尊对训风殿下那么慈爱，可为什么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？他对训风百般纵容疼爱，可是我的无论我怎么做都无法博他一笑。就连他发现我是天赋异禀唯一可能练就业火的天才时，他都没有对我笑过一次，甚至他还看着我说了一句，会这样说。因为我这个讨厌的儿子迟早会取代他的位置。不对，我觉得也许不是这样的。你可知他为何要绝我七情？因为工具只需锋利趁手，而情只会是负累。为拔尽情丝，他一次一次折磨我，甚至不惜以死达到目的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他要让我杀了他，以生命代价毁掉的七情术，现在竟死而复生。你说，是不是很可笑？